come late because I come from the other event. So as we see here, it's Merry Christmas. I mean, the Christmas season, the holiday season bring us peace, hope, and caring for others. And it is a time for joy, a time to share with families. So as this special holiday is coming up, I wish everyone, you and your family, have peace and prosperity.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. 大家晚上好，晚上好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，但是非常开心，一来到这里呢，看到了都是老朋友，大家好，好，对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我看着我们这个是商会团体联盟，那么我们呢，你知道我们这个新的政府才任期5个月，那么我们安省以前是加拿大的经济火车头。 那可惜我们现在因为由于政策啊各方面的失误，我们现在是很这个百废待兴，所以我们这个政府呢现在就是一直在为我们大家提供便利。我们安省现在有多少呢？有38万个 red cap， 就是这个框框条条。那么加拿大的第二大的这些 red cap 框框条条是 BC 省，他们才16万多。 那么我们的目标是在 2022 年要把这个框框条条减少 25%， 给你们为你们的生意提供便利。所以你们在如果在生意方面有哪一些方面就是说会受到会有影响，不方便你们做生意，你可以向我提供，我会把你们的这个建议转达到我们 省议会上去，好不好？我们共同努力，让我们的安省重返繁荣，重新繁荣。祝愿大家今天晚上有一个愉快的夜晚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，也非常的感谢我们的省议员柯文斌先生。其实呢，我们刚才啊，国会议员 Sasha 也来到我们活动现场，因为他有繁忙的工作，所以先提前离开。还有我们的国会议员商战陈胜元先生也在赶往我们活动的路上。好，那我们。